然想要找三师啊，就是这个想法是什么？因为节目上吧。节目上因为有一次来了好像医师嘛，哦，对对，医师、嗯，哎，哦，对，然后我好像就说我喜欢医师，后来他就在限动帮我PO了真医师还是什么的，就有律师跟他说，那律师错了吗？对，其他师就是他说他难道选错行业了吗？这样子跟我抱怨呢，我想，哎呦哇，这样不行，然后我再赶快说，那你赶快私讯安心雅。对，所以我后来就是公开，就是说，哎，什么师都可以，就法师啊都可以。所以目前有跟任何师出去吃饭约会吗？目前还没有，还没有接受报名。哎，你不是要说大家都可以报名吗？对啊。就报名，我还没有开始看啊。现在很多师都已经准，就跃跃欲试了，除了僵尸之外，应该都来了。僵尸先不要。僵尸先不要。对对对，我们可能会在节目帮他办海选啦。我觉得在节目办海选比较安全啊。哎，对耶。对啊，我这样私下不太好吧？可以耶，我觉得是，比如那个未来少女这次也有得奖，我们可以来办一个未来什么的，未来老公啊，未来老公，未来三师啊，未来各种师，对啊，对，未来各种师。